一、胶片打印不正常，可能是胶片正反面放反导致。二、常见故障代码102打印机缺纸，没有放入纸张。将纸张重新正确地装入后端托盘，并按打印机黑白或彩色按钮，一期墨盒未安装在正确位置，确保每个墨盒都安装在正确的位置上。一时无法识别墨水盒，可能未安装墨水盒，打开扫描主键击败并正确安装墨盒。E31打印机未连接计算机，使用 USB 电缆线连接打印机计算机。 P02 小车故障编码器信号错误，确认在小车移动方向上，没有任何异物。清洁条形编码器小车出现错误，进行更换。 P07 废墨垫技术满，主板清零或者更换废墨垫。 P22 扫描错误，更换扫描主键或者主板。更多错误代码请查看维修手册。